健康百分百。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百分百节目，我是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孙林 Marketing Directors。 吞金法是道家的养生方法，准备动作是全身放松，面带笑容，两唇轻闭，然后上下牙齿轻轻地叩击36次，舌头在口腔中轻轻地搅动，顺时针9次，逆时针9次，再重复一遍，也就是36次。当有唾液分泌的时候，轻轻含漱至唾液满口。如果开始练习唾液不多，上述动作再重复一遍。当唾液满口时，将唾液分3小口咽下，当然一口咽下也可以，并用意念把润润暖暖的感觉由食道到胃，直到下丹田。一手丹田3分钟，配合着顺腹式呼吸，经常练习有灌溉脏腑、濡润四肢、面色红润、轻身不老的功效。我的观察发现，这个方法可以清心除烦，缓解焦虑，消除抑郁，增进食欲，旺盛精神，去除便秘。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百分百节目，我是孙林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加州中医药大学圣何西分校设有中文中医硕士班、中医博士班，现正招生中，请电877-800-1421查询。